一直陪我们开会，然后不论在精神上或者是经费上，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包含我们的水桶的建置，还有一些设备的一些指导。那特别感谢我们的台湾慈悲医疗协会，就是我们的杨建华杨师兄。那其实这个计划的缘起是这样子，因为台湾慈悲医疗协会这一直长期在这个印度这边去做这个义诊的活动，那像现在这个时刻，他们就有医师团在印度那边去做义诊，那他们跟达赖喇嘛的关系，法王的关系很好，那。